各位朋友大家好，马上到万圣节了，你看美国这个万圣节的各种小又出现了，各种南瓜的小，哎，这都是妖魔鬼怪啊。看着我们来看一看，这是小丑，这是小丑，看看有哪些妖魔鬼怪。这是万圣节的妖魔鬼怪中的一部分啊。然后南瓜，白色的这种各种妖魔鬼怪出来出现了 ，Gripper Real， 真的，这个是不同的那个风俗啊，风俗习惯不一样。天一冷就出现这种，万圣节的怪物。这个小丑好像是比较有名的一个，